我是刚刚来的，在1811年1月22号，彰化镇的呢，是2:23，还是5:10至1:11当天呢，驾车的们就聚光哈，今早引发的叫海象号七度。拜，未来的也会被淘汰车种，折叠们就是聚光，期待能够多保存多拍摄它一点。哇，这种车跟红妈妈差不多一样，不知道这个董文豹何时才会退役，红妈妈何时才会今年上映。我下面跟妈妈们多多点我们的聚光片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折叠们就是聚光号，谢谢刚刚大家。